现场除有全新世代 BMW 3系列 Touring 有型现身外，更邀请到多个不同领域的职人，如知名料理 YouTuber 厨佛瑞的 Fred、 世界杯咖啡大师冠军吴泽林等一同参与同乐，与大家分享如何细品生活中的美好，为日常增添独特品味。同时现场更有精彩音乐飨宴以及山海风尚选物与美食市集，在令人愉悦的现场演唱之中，民众可以尽情探索周边多家户外运动风格选物品牌，以及品尝知名山海野味的特色美食。除此之外，傍晚时段华山文创园区大草坪更将化身独特的风格露天电影院，让大家在惬意凉风之中尽情放松身心，与三五好友一同享受悠闲时光。Urban Touring 风格也由自今日3月17日起开放网络报名，抢先报名即可获得活动当日100元 Gift Voucher。 同时活动当天将有 BMW 风格精品于现场展出，除有丰富的活动内容之外，于现场留下资料更有机会获得 BMW 精美好礼。抢先报名 BMW URBAN Touring 风格野游。